都是那个拜占庭时期的一些古文物啊，士兵啊，十字弓，哇，十字弓，然后头盔。可恶，搞什么？吓死人！哎呀，好饿哦！靠！不要抽插我，拜托！不要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哦，吓死！这里曾有一场战斗。武装士兵对抗宗教朝圣者，圣三一教派。所以这些人是怎样？是他们是抱着腿会被活饿死的吗？因为正常来讲，战死的不会这种姿势啊，对不对？哇，那这个，想偷吻我的屁股？啊，想偷吻我屁股？都死光了。先知。遭到圣三一教派所杀害，先知被抽插了。我的孩子，圣三一教派收到消息，先知的信众正在贝洛伊外的某个绿洲建造一座巨大的坟墓，但还有一件更糟的事，我们本来以为那是为先知所建造的坟墓，但圣三一已接获他还活着的消息。我们知道他每天都在向当地人传播异端邪说，并用他战胜死亡的虚假故事吸引更多的信徒。他讲这个故事，他说这是先知已经死亡，会不会是耶稣基督的故事啊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其实，在那个基督教里面，也是基督死亡之后再回来嘛，对不对？只是基督就跟拜占庭没什么关系了。那到底是哪个宗教啊？一大堆先知。还会死而复活！哎呦，哎呦，吓死我，好险 ！Holy God 仔，太惊险了，吓死我！应该没有了吧？哦，他们正在把路占领。这边有缝，这边有缝。穆罕默德，也不是吧？穆罕默德吗？希望有用。东正教，七大正教。圣三一是如此的新打法吗？哎呦，好像听起来蛮合理的呢哦，连配音都有点像。好，往这边走。啊！糟了！哈雅古！快快！发生好玩，你们这些人哈，哇，乱七八糟。不过其实我觉得主角也蛮衰的哎，真是惊人，真的。可是这边怎么过啊？我有点忘记了，因为我之前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录影片的时候，我有录过。要想办法到更高的地方，也许可以让水位上升。让水位上升，那能够让体位一起上升吗？不，让那个。体臭一起消除啊，因为他在罗拉这边有没有？虽然他是那个年轻的女生啊，但在外面这样奔波流汗呢，也是会有一些臭味出现的。看看，
陷阱就是来给我看奶奶跟屁屁的，没这回事好不好？但你自己这边多，这边诸多想象，根本没这回事，可以吗？加油！好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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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。上方，这妹的汗不是香的吗？哎，拜托，这边都是坟墓好不好？各种木乃伊尸体，然后又一堆这个什么讲，这个尸水，你沾上尸水，沾上尸体，这是味道还是香的吗？哦，肚子还是香的，我给你跪好不好？我给你跪，这么拜托几嘞？没有臭死就不错了，往这边走。我刚才看好像后面有东西耶，对不对？那后面有东西吗？对对，有，果然有。我们先下去看一下好了。你走，你走吧。喂，谁过来？地图已更新，显示秘密。什么秘密啊？哎呦哎，遗物。这样一个文件，大人，您口中说的是不可能的事。我可是亲手用长矛刺穿了先知的心脏，并亲眼看着他死去。一定是他的残党找来了另一个人，赠送免费女尸，死去先知的长袍，赎罪券，谎言承继下去。真的吗？其实我知道赎罪券这东西在中古世纪是真的有的，就是你花钱可以买赎罪券。赎罪券它可以帮助你那个减免一些。比较轻的罪行啊，当然说你那种犯那种重罪，你还是一样会被关。你不要想说那种，比如說什么杀了整个村庄的人，然后跟讲说，哎、欸，我买了赎罪券，无罪。哦，没办法，他就只能免责一些比较轻的罪行，比如说什么诽谤之罪啦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哦呦！可恶，他们快进来了。大人。我正率领着一支忠贞不移、整装待发的军队，而且我有个好消息，我们找到了先知墓室。途中我们受到一群穿戴着先知祭服的狂徒攻击，但他们没两下就被击溃了。好弱、哦，不是先知的信徒，要到你要有一种宗教狂热的怎么讲加成嘛？怎么感觉让先知的信徒很像很弱的样子，被打两下就被击溃了？哎，不对吧？我觉得这个应该就跟事实有这个相反之意啊！照道理讲，你有宗教狂热这个 buff 在，你应该是要比较猛一点。哎呦！哎，哪里？两个！哎呦！惊死人！好险，反应够快。哈哈，花瓜。要让水位上升才行。那可不是我说的、啊，这又是你们说的了。大人。先知的最后一群信徒全都聚守在墓室里头，我们在入口扎营，准备破门而入。我在闸门后方看见了宣称自己是先知的那个人，我不得不承认，那家伙和先知还真的十分神似，但先知不可能还活着。先知这么厉害，我这先知也搞懂用影分身呢，找这个别人呢来当他的替身啊。这里的话应该是要到对面去吧，好，看起来应该是要到对面，到对面去。先打这个好了。嘿，他说我们翻译还是要小心一点 ，IS 有猎杀台湾人的名单。对不对？你们看这些人，哦，我什么都没说。抓住那根横梁的话，真主万岁，真主万岁，真主万岁。哦，这个讲过不是我在讲的，是聊天室某些特定的人讲的。以他们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。好，我是非常非常赞颂真主的。阿拉黄瓜，阿拉黄瓜。哎，水位又退了。我知道，没有我知道了。完全破解，完全破解！来，好，上来这边之后呢，瞪，哎、欸，对了，太好了！哎、欸，靠！你玩我！
拉的臀不好形容。其实我觉得他重置过的罗拉还蛮有那感觉的，啊，重启之后罗拉其实还蛮有感觉的。好。重置过后的罗拉配上中配，耳朵都怀孕了。因为有人是说她胸部变小，没有啦，那个胀奶这种东西就是要到一个年纪之后才开始胀。他现在还发育期啊，才18岁还是19岁而已啊，年纪还那么小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是先知。啊，空的，空的，是空的。明显未故。不，不对，我漏了什么？在这下面。哇哇哇！快设置炸药！快设置炸药！快设置炸药！哎、欸，你们这些人活腻了是不是？你们不是也在古墓里面吗？说炸就炸，神经病欸。先知之墓终于让我找到了古文物，我想就在里面。不要开。哎呀，一直摸。打开它。不要啦，人家害羞，不要开啦。东西可能会有危险。这样太危险，飞太远啊！是我。你们到底是谁？你是聪明的女人，我猜你自己早就知道了。圣三一，古文物到底在哪？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少跟我玩把戏！将我们引导到这的就是你。听着。我到的时候里面就是空的，没有遗体，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件古文物。你说我就相信，你当我是白痴吗？杀了他。玩这款游戏，你知道？可是整晚都让我觉得超级好笑，我真的已经快不行了，我真的快不行了。哦，太好笑，太好笑，哦，太好笑。约呢？罗拉，
我有好多事要告诉你。我，你找到先知之墓了？有，但我被跟踪了。什么？是谁？是谁？他们自称为圣三一，而且还想杀我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可不要吓我啊！墓穴是空的，我想他们在找神圣之源。就是你父亲在找的古文物。还有一件事，我在墓穴中发现这个符号，我曾经看过这个东西，但就是想不起来。啊，不就是那个先知的里面有一个？我曾在爸爸的一本书里看过它。十字架吗？仔细听好了，失落的基特城据说在12世纪时突然消失于西伯利亚。传说这座城是在蒙古大军入侵的前夕沉到了某个湖泊的下方。这跟先知的古文物有关吗？是一样的符号。哦，你好厉害哦，好棒棒！如果神圣之源位于基特城遗迹的某处，基特城，那我一定要过去把它给找出来。到西伯利亚？你开玩笑吧？流放边疆。仔细想想，要是这个它能够解开长生不死的秘密，那就可以改变一切，不论疾病、痛苦、死亡都没了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约拿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事，世上还有许多神秘力量，传说可能是真的。我才不管那是不是真的，我失去太多朋友了，我不想连你都失去。爸爸从没发现基特城的关联性，他牺牲一切就为了真相。那也包括了你，你父亲完全是自作自受。是不是你爸太弱了吗？别再自责了，别再自责了，罗拉，我觉得你还是放弃吧。我不能背弃他的愿望，我剩下的只有这件事了。才不是那样。你还有我啊！如果你先稍微冷静一下，你就知道我没错。为什么约拿突然变一个角色了？他那个声音变得不一样了。不要乱砸啦！座椅表示干我屁事啊！汽车不是，你看看，你痛苦、疾病、死亡都没了，那你人生活着有什么意义？人生就是因为人活着会死亡嘛，你才会对觉得就是生命中你要努力嘛。哎呦！啊！哦！哦！啊！臭女人，看我掐死你！我的天哪！敲死你！哎呀，可恶，臭女人！我要跑了！住手！你拦不住我的！说放下！别傻了！你阻止不了我们的！诺哎，早点开枪好不好？该死，罗拉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都是我的错，约拿。如果神圣之源是真的，我们得比他们先找到。只能去西伯利亚了。世间情，该死，又该死。我觉得为什么他配该死？因为，约拿是欧郎，有没有？所以欧郎会有个口头禅，就喜欢讲 damn。Damn！ 所以把那个 damn 改翻成该死。其实我就把它翻成靠会比较好一点。靠！这样。罗拉，听得见吗？我抵达避难处了。哦。约拿。该死！感谢我们的 N731，谢谢干爹。就快回去。拜托，不要来找我！改成看，不要改看了。改成 GY 也不错啊。我得自己完成这件事。骂尼哥，你们这些人真的很过分哎！一下骂配音，一下又骂尼哥。哦，得快点找到避难处。冰冷的欢迎派对，这边是西伯利亚，跟刚才那个地方是不太一样。下午来了两个地方，真的很有钱，到处乱飞。
不过听说西伯利亚那边的旅费还蛮高的，光过去呀、啊，交通费这样过去一趟能到十几万。继续前进。好冷啊！加油，你行的，快走，快走。还比较稳啊。一个旧营地。哦，旧营地。是哟、哦。好，好，得快点生火。真的好冷的感觉哦，现在突然又觉得配的还不错哎。他说要我收集生火跟建造的材料，前面就有了。这里吗？好，应该可以。不要自己冷一冷，冷到自己笑出来，好不好？撑上一晚，得找更多。好，越多越好，多多益善啊！进去了，希望它够干燥。好好好好，哦，想尿尿。刚死不久，已经没有肉了，但是……哎呦！有狼。回去营地。构思论才可以。你们这些人真的有够变态的。好烦哦。不要在那边讲一些打这奇怪东西误导我好不好。这边如果直接尿出来，应该真的会结冰，没错。所以都要带一个那个冰棍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那些冷冻库啊，像那个港口不是有那冷冻库吗？哦，他们那个地上面的其实都是尿，那他们都要带一支冰棍，就是你尿完之后，对不对？你要把那边敲掉，因为那附近是没有厕所的，所以随时都要带一支冰棍去敲，不然的话你那边会冻结住。我们的手下正在山里的遗迹探勘，如果古文物在这儿，一定会找到。那些移民呢？他们还是一直在反抗，但一切很快就会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很好，圣三一对你有信心。圣三一，也太克难了吧！哈哈，克难流哎，不觉得他每次只要就是来到一个新地方，他的道具都会喷光，然后你就必须要这个重新再把道具再收集回来。我真希望自己对这种痛苦没有这么熟悉。